无人侦察机放落袋，卖3500蚊，一样厉害。要空中侦察，唔一定要咁大阵仗嘅，伸手入袋就得啦。因为美国加州一间公司研发出呢一架细到放得入袋嘅三螺旋桨无人侦察机，接埋细过7寸板路，唔够3寸高，用碳纤维制造嘅侦察机，有高清摄录机，用智能手机或者板路嘅 App 控制，或者喺 Google Map 预定飞行路线，甚至叫佢跟踪指定手机或者板路都得。侦察机定价大约3500蚊港纸，预计6月付运。公司至今已经喺呢一个全球最大嘅群众集资网站筹到超过200万港元嘅资金啦。